就是特别大会的 logo， 对，缝这个 logo， 然后就更有时尚感，更有设计感。对啊，而且你觉得这个 T 恤也是非常的特别，它材质是，对，它材质是很舒服的，对，就是有弹性的那种。然后自己就今天做了一些小巧思，这样设计一下。而且你啊、腰好细哦，这是标准的那个 A4 腰，对不对？对，但当天十六去路跑的时候，就顺便可以再减一下肥。哪里还有漏？有啦有，最近冬就是要入冬了，所以要好要减肥，要不然冬天会过胖。真的，我知道了，你在对我说。我说啊，你在对我说，我知道了。我当天因为是活动的负责人，所以我应该一起跑，一起跑，对，大家一起跑。对啊，所以真的很谢谢雨农啦，而且雨农啊，在接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时候，其实啊、很快哦，就是帮我们在网络、在 IG、在 Facebook 上面，很快就做了很多的宣传，而且因为有雨农的一个号召的一个粉红能量，所以也非常多的粉丝。都知道了、我们这样子群岛泡沫浪是5周年，所以真的很谢谢雨农，然后今天也特别来到了香格里拉台北永丰大饭店，然后来跟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粉红下午茶一起，你知道完全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甜美 look。 对，我觉得今天场地超梦幻的，对，真的也要帮我们多多的就是宣传一下，就是邀请粉丝啊跟你朋友们来香格里拉这边来享受这个、美食，而且享受美食又可以做公益，然后又可以在马可波罗厅看到台北101的原型，对，风景也很美，风景很美，对啦，所以就很谢谢大家大合照，对 ，Olivia 也可以加入，好，谢谢，来我们媒体朋友们来捕捉一下画面哦。下面。